门窝泊旅，我们位在台北候车站的太原路上，然后距离机场捷运只有7分钟而已哦。然后我们是改建于40-50年的老旅馆，所以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。我们也会常常办不同有趣的活动，然后尤其是在台湾的一些节日啊，或者是西洋的节日的时候，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哦。拜拜。